脚，从上面，哎呦，戳破他的脸呢、啊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，玩头发，哎呦，写真。他们都谢谢。什么东西？好漂亮哦！我上次是跟达哥，我觉得这一次我感觉可以跟 K 的一组。去飞回来哦，飞回来哦！啊，你觉得气够了，你就可以顶喽，哦。后部位。吹完之后，头先决定部位。来，决定部位，先决定一个部位。手肘。来，用手肘打。不一定要送你面前哦，前面的哦。来来来，反叛给我。他们也不知道哦，对，他们凭中性里面的人打开才会知道哦。对，我是自己选，我以为自己选，对哈，有可能是随机的，对啊。男生第一个被救，是自己选的，有没有？要做的撕掉，来，想跟 T 的一组的举手，没有，就两个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走，抽个膝盖，先跟胸部一下，先跟胸部一下，好。啊，差一点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气油！啊，差一点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气油，气油，倒了。你镜头看一下哦。你一，你一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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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先把它飞回来哦，飞回来哦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要飙飞！哪一个方向？这里，这里。来我怀抱吧。来吧。我抽到一个超级无敌天签呐！来了，我怀抱吧。你，哎，你刚刚才讲哎。对对对对。李毅刚刚才说想跟 Kid 一组，然后就签第一个就是李毅被捞走了。我刚才就想说，没想到你抽到了。哎，不敢的，好重哎。夹起，你不要夹我啦，夹不好手会跌倒啦。不会吧？有了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有了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哇！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林爱蓉，爱蓉，爱蓉。哎，有大哥，大哥这里。大哥。很有意义耶！好好放放。哎，第二颗，第二颗。人夫的力量太没了。来，我怀抱吧！救救我，我快不行了！救我！方向是哪里？我。感觉是，哎，该不会是婉婷姐吧？应该是我吧？我总算跟你一对了吧？什么？是吧？快点，快点，我要上去！什么？耶！是我。一二三，快！哎，我蛮轻的吧？不是吧？我帮你补画面。哇！我帮你补画面。那如果是丰田怎么办？哇！你要背？对。哇塞！哇！完蛋了！现在没力了，宣布膝盖黑队获胜，因为艾龙在对面。丰田，丰田，对啊，好，可以放下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边，那边，艾龙黑队，是他在吹，吹吹吹。丰田，丰田。还有这个画面好奇怪哦！天哪，你
你居然扛得起来！我没有帮你补画面。画面好违和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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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旁边要点五个。其实被选择的感觉很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的感觉很差。但没办法，他是抽屏东市，他也不抽到谁啊？最后一个在这个海中，对，好 lonely 哦。好，走走走。好，好，努力。有网，有的有，有网啊，有的有。要抢最后一个，要抢最后一个。那连城响，连城响啊！来了来了，大哥来了，他很快哦，对，应该是女生，她开心。大哥是谁啊？哎，他们两个一起来哎。这次一定是我了啦，他往这个方向。对，耶！No！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，来了，终于可以跟达达一对了。可以吗？做飞舞，我们终于一对了。男友视角，从上面，哎呦，戳戳他的脸啊！还有还有，还有关多吧，还有写真。我们在拍写真，帮他补画面呐。謝謝阿李不用补一下吗？阿帮你补一下，帮你补一下，来来来来来。我这边，有男友视角吗？男友视角，男友视角。你刚刚有搓脸啊？你要搓脸、啊？哎呦，哎呦。好。加油加油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两个男生，我跟谁？哦，很强哦，这样胜利不武军吧？对啊，胜利蛮强。我们两个加在一起，差不多一个男生的实力。这是一个让你无法忘记的岛。哎哎哎哎，你剩这个幺幺幺幺幺，不要碰到了，不要抽男的，对啊，还有力气讲话，好厉害。再救一个回来就可以淘汰一个了。好好好，他在海中这样好可怜哦。我在这里，救我！他好可怜。加油加油！OK， 两个加起来。不用开了啦，只剩下一个啦。二宝二宝。要不要帮你去？哎，人家背了，背着两个刚好最轻的。来了，哎 ，Kid， 加油 ，Kid， 辛苦了，太累了。哦耶！一二三，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耶！我被 Kid 捞走了。太累了吧？男主汉，男主，男主汉加油！好 ，OK， 来，哎，录影哦，辛苦了，膝盖没事吧？人好多哦。好，刚好背到两个最轻的，真的。那这边有四个，所以现在面临到必须淘汰一员，我去到这边。这我有点尴尬，我到底要收集两名男生？好。四位，请闭上眼睛，伸出你友谊的手。哎呀，队长要淘汰啦！正常来说，他应该会选男生啦，但是我觉得胜利的。哎呀，请选择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废咖了，我这样跟你亲热的，真的对，哎，比较废。可以，
可以好好发表自己内心宣言。好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听听看，我听听看。来，丰田。曾经我确实是个废咖，但是现在我最近的表现都是蛮好的。对，哪一次讲出来？哪一次？你讲一个。有啦，有啦，跟我一队的时候，对了，对啦，好啦，是。来，连长讲一下。我这次来是来血池的，我讲真的，就这样。宁轩，听听看。铁大哥爱你哟。咦，我听听看。贵节目史上第一个打败宪哥的就是我，吹牛骰子，吹牛是不是？哎呦，你把我留下吧 ，Kid 爱你，Kid 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知道我要怎么选了，靠近三个，不可能吧？啊 ！Oh my god， 靠近三个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张开眼睛。他选了三个男的，我选没有，听我讲，听我讲，因为我想要把美女都全部放在那边去。哦，这时候观众就会评断说，到底这次的宪哥当红队公不公正？哎呀，不会，一切都是公平的，没错。不过这一次的比赛竟然进入到5-4的比赛。5-4的样子，宪哥在，宪哥是在我们队。哎，你看吧，没有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各位啊，恭喜我们三位美女，这边等于是颜值队，颜值担当，这边是颜值担心。我们就是用颜值担心来获胜。